我的公民意见，他是大胖先生。那我就献丑了。这个这么大个蛋，应该是假的吧？这个贵州美食我不爱吃。这个虾一看就很实在，走你虾虾虾！哇，这么大个虾！这个虾还是小了点吧？怕是吃不完吧？这个贵州美食我不选，那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呀。哎，美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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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草根根也是美食吗？在那里站可好吃了。那我没得选了，这么大的蛋都不要。果然有个蛋。你这个蛋，它也是有点小吧。